各位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超人。今天的地方是总制厂，总制厂。今天我会买这个特价饭，12块，比较便宜。我喜欢喝奶茶，香港的吗？奶茶非常好。这是十二块的菜。我们有什么东西啊？白饭、火腿、鸡蛋，味道不错。还有我买了一杯奶茶，所以我们试一试。很可口。这个菜我没想到12块那么好吃，我给这个菜什么评分？可能是B， 是 B， 因为这个酱非常好，还有这个鸡蛋、火腿菜都很新鲜，我觉得很不错，我可以再来。下次再来吃这个，真的。